我这是啥？上吓人的定做，佫无吓。嗯，啊，无要来做毕生啊？你是讲哦，拄仔同志讲了，我嘛听无啥。有在啊？阿叔啊呢？去登山时哦，十八暖冬咧闭关啦。嗯，啊，若特别来吼，阿叔啊，着去闭关，是毋是你甲关起来？无咯，啊，这我算专科的呢。哎，怎啊，大家嘛拢来小阿弟哥？啊，若像拄只迄单机咧讲的话，你敢听有？有咯，嗯，伊意思就是讲吼，咱人出世落土离不多，踏入这因果循环的道路。虽然坎坎坷坷是往后，拢是自作自受的结果。人生路途所行脚步，善恶地府拢无记名簿。是啦，我是咧问阮月英啊啦。恁月英啊，伊就是得罪着恁厝内赵文公。赵文公吼，甲发作一顿吼，叫天庭报天公。天公看恁月英啊无正当，伊才行为哩肉体受风霜，做咧头壳吼变空空。安尼敢有法度化解？有啦。皇帝啊，这你也免悲伤，我甲你讲一句话哦，你要谨记在心中，赶紧哦，行善积德消业障，逢凶化吉自然无灾殃。哦，安尼我知影啦，太有影啦，我听就唔是安尼。桂英啊，你也听有无？啊，无你是听安怎？伊是讲哦，一时风使一时船，上惊天顶打乌云。做人若是会孝顺，一年四季拢会行大运呐。啊，你敢无有孝？有啊，我就有孝呢。足有孝，你心啊，地拢该拎该泡，啊，对时代拢阁歹声扫，那你哦，实在是歹家教。无猜你穿甲即身衫啦，水汉人歹。阿母，我来外口等。你过呀。啊，阮月英安尼，敢有啥物办法通啊解？有啦，你去买一副吼小三星哦，甲赵文公拜拜，你就好啊啦。好安尼哦。嘿啦嘿啦。安尼我知影啦。多谢吼。没啦没啦没啦。你好行吼。我这是啥？上吓人的定做阁无吓，嗯，啊无要来做毕生啊？你是讲吼，拄仔同志讲了，我嘛听无啥。